备一下啊，咱们今天第一天开机，好吧？等杜老师一到，马上就开始啊。二舅，二舅，二舅，你给我小点。二舅，你生怕全剧组都不知道我是你二舅是吗？对，怎么才来啊？哎呦，那不你姐在家做了饭，非得让我吃了饭再来吗？你姐，那是你妈。对，你妈，你妈。对，我妈你姐。我跟你说，你小子别一天到晚不着调啊，知道吗？哎，我跟你在这个剧组安排这角色这事不能让人知道。我是你舅这事更不能让人知道。行，叫你舅在组里不好办。对啊。哎，那个二导演，哎，咱们那个戏啥时候演呢？那剧本你都看了吗？看了。嘿，那主角探长那角色，我心里研究的透透的。喂，你研究什么主角啊？你就演一配角，你演一内奸，主角都定好了，是杜旭东，杜老师演。谁？杜旭东。杜旭东。对。嘿，我说你怎么找他演这么个角色呀？他这演了一辈子戏，演过主角吗？回回是配角，配角就算了，演过好人吗？除了叛徒，就是奸细，要不太监，要不那什么话？那些词你记住没记住？就两句词，有啥好记的呀？两句词给我说说，我听听。头一句啊，探长啊，我来了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挺好。二句啊，探长那边说了，只要是你合作，下半辈子钱花不完。像这傻外甥还挺聪明，就这么演吧啊。这问题是说完两句词儿，梆一枪把我打死了，没戏了呀。是头一次演戏，就这么简单结束，挺好的啊。加点戏，加不了。加点戏，加不了。加点戏，加不了。能不能演？不能演，换角色了啊。行，哎，你不让我演了，我把这事儿啊，我回去跟我姥姥说一下，我姥姥又疼我，又80多了，一听说这一生气一上火，咔嚓！你咔什么嚓？你姥姥80多岁，你折腾她干嘛呀？赶紧给我加点戏。你也是真够麻烦。这样吧啊，一会儿杜老师来了以后，你自己把握一下。你加归加，你别加太狠。行不行？你聪明点啊。好，嘘，杜老师来了，来了。导演，杜老师你好，杜老师你好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哎，跟我搭戏的那个群众演员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就是他，小贾，来。哎呀，杜老师，长得也挺客气的啊。您客气。哎。导演，哎，这剧本没什么改动吧？没什么改动，它就是主要说一个民国戏啊。然后它里边主要讲呢，就是您这个警察局里出了内奸，到最后导致您这场抓捕失败。然后现在呢，他今天过来策反你，结果你生气一枪给他毙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行不行？没问题。那这样吧，你俩先认识，准备一下，我下去看机位什么准备好没有，咱马上开始。好吧，杜老师，您来，您放心。哎呦，杜老师。我是您的影迷，我哎呦，今天我见着真人了，我能跟您合个影吗？我跟您合个影，行吗？行，来吧。您乐着点。哎呀，你这要求也挺高。乐着点。哎，对。哎，照没照啊？没电了。杜老师，咱们现在马上就开始了，都准备好了，好吧？这个我一会儿你机灵着点。行，我一喊开始，你就从那边上，您直接就进戏里了，就开始演。您一喊开始，我就上 ，OK 吗？行，可以吧？可以。杜老师，您辛苦，好吧？咱们现在开始，好吧？好，来，好。哎呀，哥们儿，准备一下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 ，Action！ 您这发什么呆呢？在这儿？谁发呆了啊？该他上场啊！你过来！哎，等着！你干嘛呢？等着呢！等死呢？等你喊开始呢！我喊完了。你什么时候喊的呀？5、1 ，Action！ 你喊的是 Action， 你没喊开始啊！天哪！好，是我没有文化，好吗？啊，我喊中文。好不好？好，咱们现在抢光、抢天光、抢时间，不要给我拖延时间。抓紧时间演，快一点，好不好？快点演，争口气，行不行？没问题。好吧，来吧，等会儿，不好意思，抱歉啊，新演员，来，咱们稍等啊，来，哥们儿准备，5、4、3、2、1，哎，开始。探长，我来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哦，
是昨天晚上泄密那事儿吧？我知道，那就是我泄的密。那边说了，只要是您答应，后半辈子那缺不一钱全都给您花呀！啪啊！不是导演，我这一句话还没说呢，他自己来了一通倒地了，什么玩意儿？您别着急，我来，哎、我来，我来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导演？你到底会不会演戏？能不能你一句，人家一句，你一句，人家一句，对上话，对上话呀！正点劲，正口气啊！来，老师，抱歉，抱歉，真委屈您了啊！新演员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好，来，哥们儿准备，来，五、四、三，开始吧。探长，是我找我什么事啊？我问你啊，抓捕行动的失败是不是你给泄露出去的？啊，是我。探长，人家那边说了，只要是你跟他们合作，下半辈子的钱花不完呢。你给我住口！你这个叛徒！啪！哎呦！哎呀，导演呐、啊！他怎么先把我给毙了呢？哎呀，你干嘛呢？哎呀，你不说开枪啪啊倒地吗？呸！是人家开枪啪你倒地啊！我说你这个群众演员怎么回事呢？啊，这么点戏来回折腾，怎么了？不想演是吧？不想换人啊？哎呀，导演，哎，要不这样？哪样？您说，你帮我搭一下戏，咱俩呢给他做个示范啊。那也行，多少那就辛苦您一下了。您给他演一遍，让他知道这怎么演这个人物，他可能揣摩不到这个人物。我演他这个。行，那辛苦您一下，你给我过来。哎，开始。探长，我来了，你找我有事儿。这次抓捕行动失败，是你小子把秘密泄露出去的吧？是啊，探长。那边说了，只要咱们跟他们合作，咱们下半辈子有花不完的钱呢。哎呦，你个叛徒！我现在就枪毙了你！哎呀，哎呦，哎！太棒了，这太不错！哎呀，哎，到位！你怎么还抽我个嘴巴呢？我抽了吗？抽了，是我抽了吗？不是啊，刚才我跟他演的时候，你怎么着没让我抽他呢？不是，这您不是，这说是这，您演的这个角色太逼真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哎，知道什么是大师级的表演了吗？知道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看到了没有？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你应该是我没看清楚。对，这你看，杜老师，你看啊，演员比较新，对，他对这个人物的揣摩还不是很到位，这样我觉得一遍他应该记不住。您这样，您能不能再给他演一遍？这为了逼真，这样，我觉得这个挂的，您这样，对，来，您借给他，您让他揣摩一下这个人物，对，这个正面的这种形象啊，然后啊，这帽子我哎，对。对哎呀，这最后一遍啊！好，谢谢杜老师，谢谢。哎，舅舅只能帮到这儿了啊！小子，看我怎么给你加词儿。那个，哎，各部门都准备好了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探长，我来了，您找我有事儿啊？哼，昨天抓捕行动的失败，是不是你把消息泄露出去的？是啊，探长。您说这人活着不就图个吃香的喝辣的，金钱美女随便的花了吗？啊，这些咱们不都有了吗？我是为你好啊！你个畜生！哎呦，我说探长，这话可叫你给说着了。我说啊，不就是个畜生吗？多活一天算一天，多吃一顿是一顿。当然，您就要天天的要头要脸，当然。您就要天天的人模狗样，当然您就要天天的吃苦受罪。所以说，你说我是个畜生啊，我不但不恨你，我得谢谢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压根就没把我当人看，当个畜生。只要你们不把我当人看，当个畜生，那我就可以天天的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。
过了，过了，别钱过了啊！各组辛苦了啊！收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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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不错。导演，我的戏还没拍。